是真好大胆嘞！竟然敲电话去阮小妹遐，也唔好甲在你的声听袂出来。你安尼哦，根本就咧甲找麻烦啊！你啊，你遐尼侪工拢无来找我，我当然嘛主动来找你啊。好啦，你找我从啥？啊？问看你什么时阵要走啊？啊，我什么时阵会当分到遐个泉州？对啦，我就是我为着这件事哦，要找你啦。你要带明芳去美国啊？明芳是有来找我，啊，不过哦，我无甲伊承认我是伊老母，咱就爱照片照行哦，去包船就一定要摕来分我哦。无唔对啦，我以前哦，我要将一半的船就分予你，即摆可能无多啦。啥？你来演这个小人啦？好，你若安尼吼，我就来甲明芳讲，将所有代志拢甲明芳讲啦。好啊，你稍等下好无？你嘛听我讲煞，我唔是哦，我将全部拢你知，啊？安怎？敢要讲其他人要分心？哦，唔对啦，是啥物人？是钱大发啦！我住的所在啦，不管你是倒人个干事啦，我咧查，这一定是钱大发手下，让我出门办些代志都无方便。啊，那你是要安怎啦？我知影大发吼，伊是足固执。你若要做甚物代志，一定做到底。我不管啦，你得爱想一个办法，把迄个泉州摕出来分啦。嗯，今仔上好的办法啦，就是将正台分掉啊。正台分掉？嗯。咱的头边了，地头半手，这石头一定要摸到。安尼，咱两个才会当国进国优啊，安知无？你讲的嘛是有道理啦，但是。金大发，伊毋是遐尼好应付的人呢，啊是甚物人有法度甲伊拄着？你啊，你啊，来，退去。你是啥？你免问啊多啦，你从内面的物件哦，倒入金大发所里面饮料内面啦，唔免三分钟，伊就要见阎王啊。这世人也唔捌害死人过，你要叫害人，我唔敢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这即摆是上好的办法，安尼咱才会当安全将船只退出来。遐若无死到半路去那诈骗，咱啥物拢无啊啦。会成功未成功哦，这来看你。
恁阿爸的位啦，坐好啦吼。大花啦，穿好鞋啦，啊，今日起来吃单子，通准备上班啦哦。大花啦，好啦，起来。你来吃单子，我今日吼，唔知我替你煎一个荷包蛋，你爱吃呢？哎，再稍等等你做，阿丽啊。阿丽霞哦，伊都去病院哦，家己分摕药啊啦。这两个你真的啊？是对啊。你还阁袂歹啊？大好啦，多谢哦，你这几年这么照顾我。来啦，我用这吼牛奶代替酒敬你啦。哪样也对。来，干杯。这杯牛奶这垃圾的，唔好啉，唔好啉嘛！阿牛丹，你是伫讲啥啦？你食你的，莫吵啦哈！再好啦，干杯！这么戆啊！啊，我叫伊偷别人，伊反倒当家己偷家己。哇，世间哪有这么戆的查某啦？我真正要打败你！哪有真台湾？一定要想，一定要想着我。我是欢迎你回这所在。三舅爷，三舅，三舅请来听。啊，你找阿姑是啥？哎呦，你袂记得呀？咱要甲阿姑讨进前两下不给份财产呐，那较紧的话，阿姑就要倒去美国啊啦。哎，安尼紧来紧来，行行行。哇，哦，就是这个，叫，就是这个。妈，你两个在要创啥哈？小弟啊，恁的家教咱真哩歹啊！要你来房间门闹门，这么礼貌，出去！啊，这是谁的地盘哈？明珠啊，你这是在讲啥？你这是无礼貌啦！妈，你竟然打我！你敢认错认字？你敢知影天顶上大是天公的，地下是母舅公，啊，伊是恁阿舅呢？你哪拢对伊安尼讲话啦？你敢知恁阿舅哦，明仔要倒去美国啊？好，那安尼吼，我即摆就爱记头话讲个清楚。你是要讲啥啦？只要我甲吵出去，无啦，出去啊！没没。
讲。出去啦！大爷，这件不给我洗，你就走掉去啊！哎呀，太谢啦！来，进来。我安尼，我来穿衫裤。阿兄，无我甲你倒款啦。唔免啦，明仔载我透早就要出门啊。若有时间啦，我会转来看你。好。阿兄。再讲哦，迄个法医哦，伫玻璃身躯顶啊，去抄了一罐迄毒药，也无灵就死完咯。是讲灵啦，迄阵啊来无大夫一边也了巧，会用从迄无灵来偷我。派人要害阿爸，我绝对袂予派人害阿爸。多谢你，若无你哦，阿爸反正性命。阿爸，你真了讲种话，代志发生的情形是啥人歹无清楚，你又讲这是阿姊做？你想我要来知影你？你无问个清楚，你啥物后壁讲话？我知影，迄个查某是你心内真唔甘定。那你后壁讲是跟你讲啥？唔是安尼啦。唔是安尼，拄则你警察局，你安怎甲警察讲？你将所有罪过拢推予阿姊，佮讲家己查某是一个神经病的，你做人后爸安尼敢着心？阿母若知影，你死嘛拢唔冤家啦。你听我解释。你别解释，我今日总算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阿姐，那现你快快来离开这，阿姐，咱要去倒啦。倒离开这，总比倒伫这较好啊。我要含天宝到底，含天宝到底离开好。丽霞，你给我爸一摆机会，我拜托恁两人卖走好无？无可能。今天发生这个代志，我真是无法度去面对你呀！阿母交代过，讲起我都会好好跟你相处，不过我真正做袂到，我做袂到。我家己离婚，对咱双方拢有好处，才袂造成互相伤害。阿姊，咱来走。丽霞，阿母，你家身体都好好保重，你多找时间吃药，要让阿母快去下诊。阿爸，这个梦来不了。对啊，离婚。案件拢准备完成啊，一滴命会倒落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听阿爸你们若完成了，只要我能一口气，我绝对去甲恁见面。25年来的温暖，明仔载绝对要结束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摆这选手啊，完全属于我的。你这套餐我若上飞机，是啊，大伟，我唔相信你偌本事，你有歹法度。啥？阿母，我进粮啦。哦，稍等咧。还袂困啊？还袂啊？啊，对啦，正阳啊，我拄好有代志要拜托你讲。哎呦，阿舅，莫讲拜托啦，什么代志做你管住？你明仔透早，我要赶去上飞机。好，
我透早就起来吼，准备车甲你载去。你点点听我讲煞好无？来。这个铁盒吼，自即摆开始，你先去托我保管，等到要上飞机的时阵哦，再提给我。阿哥，哦，这盒内底哦，这底物件足价值的吼。当然真价值咯，是骨头夫啦。啊！你是骨头夫哦？你较细腻啊？啊！叫我三等，我就天光啊！你就是当要休困者，啊，明仔载天光，咱就准备出发。阿姑，我来甲明珠讲者啦吼。唔免啦，自即摆开始，你明珠比我细，知无？阿姑，阿是讲我真吃久吼。去便所呢，我来便所坐啦吼。等下，便所内面有啦。若要伫便所，你要快上啊摸好。是。啊，惨啊惨啊！这阿姑这个型的哦，真正是黑社会一种角头的啦。啊，我真正三日头白做会吐啊啦。今仔这时阵啊，就落爱泡牛奶来食哩。唔免啦，面煮来泡好食。来，上我铁盒嘴内面。阿内生。好，咱去看咱机场。哦。来看无，唔通错开人队，因差真实啊。哦。阿姑，阿敢卖甲你好讲者。免行啦。即摆咧赶飞机，上好是莫耽误我的时间。你也免去，你的机会我甲你取消。弟弟，我问你的物件自动退出，唔免阁我动手，大家唔要上感情。你即摆咧讲啥物物件？我听。你明天要提地契。当作是咧，我受过伤心，只系遐物件替你保管，想袂到，互你暗中甲我调包，害我咧受冤枉。为着遐物件，这里查，我一查迄个下落，唔甲我安尼嫁破你，你免对我搞。哼，新台湾，你免他妈甲我讲啊有话无啦，你嫁破你无，甲我啥物关系啊？我咧熟悉你。想袂到，讲你遐尔嚣张，遐尔无情。既然甲对方遐尔无情，就唔通怨叹我对你无情。笑。阿姑啊，哎呦，你做歹代志啊！哎，今日真个吃，我请你来啊。金龙，你先等。你先等。这我刀呢。我正在查案中间，任何什么人都不能走。报告，请我。林大元，你耽误我的时间，我会告你妨碍自由。你告我？
夫啦。王亮，锁匙。我无锁匙啦，你我阿舅遐啦。锁匙伫做？我无锁匙，有材料做你开啊。你叫我无材料。有啥话通讲？有情的人无情天，强迫咱着痛分开。你高兴我一句诉心，了断阮爱的过去。剪不断，对你的情愈想是心愈乱。怀念的这间房内有你的意味，因为咱的爱爱了不着死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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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一切一切全是。是心愈乱，怀念的这间房。